大家早安，我是 Ellie。 今天刚好拿到 Pokemon 的口罩，我是在网络上订的，然后没想到这么快就寄到了，而且是跨国耶。哈喽哈喽，我买的是妙蛙种子。王杰克买的是皮卡丘，皮卡丘很可爱，因为是黄色的。今天呢要去打疫苗，这真的是一个让我非常兴奋的消息。这个疫苗登记呢是 Stella 在前两天由台商那边帮我们登记的，据说他的名额是非常的快就没了，在两天之后，也就是今天，我们要去打疫苗了，超级快。昨天开直播的时候，我有问一些网友说打疫苗需要注意什么。那昨天网友跟我们建议说呢，打疫苗之前要先吃一点点东西，然后要吃维他命 C， 然后多喝水。然后今天应该只能吃一些圆形的食物，所以呢，这支影片就会是我打疫苗的一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呢要出发前往打疫苗的场地了，走吧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ส่วนมากเขาไปส่งทั้งที่นะที่ผมไปนี่แหละคือข้างหน้ามันชื่อตึกว่าอะไรทราบใช่ไหมแต่ของผม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ตึก SCG เลยครับโอ้ตึก SCG เหรอใช่ใช่ตึก SCG มาทีมันอาจจะใกล้ๆกันแต่คนละที่ครับมันคนละที่นะที่ปากผมไว้ใช่ใช่ตรงนี้เลยครับตรงนี้ใช่ไหมครับเดี๋ยวผมเดินเข้าไป家我们现在到了打疫苗的地点哦，现在要走进打疫苗的地点，人超多的。然后想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忘了带笔，我要怎么办？我每次笔都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。我等一下应该会找地方买一下，看有没有哪个地方有买笔。在我们到达打疫苗现场，我发现场边禁止拍照，于是以下就用图文说明吧。现场等候区是有提供座位的，然后它是一轮一轮这样子排队进去打疫苗，等了大概一个小时，也顺利打到疫苗了。现在打完了 vaccine， Dylan 在这儿。对，我们来打第二针。对，我们来打水。啊，你可以。现在我们要拿水。OK， Dylan 是这个。对，男仔。其实小罐比较可爱。对。好吧，你还不错。而且我还买一罐水给你喝。对，刚，因为我没有带钱包。对，他们不要，他说，我没带钱，你 要付一下。我想说，黑人问号。要回家了。然后 Ellie 说她有点不舒服，但我发现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没感觉吗？就是健康的人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回去了，等一下会继续记录我今天一天打完的感觉怎么样。好 ，See you later, guys。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บ้างไม่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เลยเออใช่ตรงนี้ยังไม่รู้สึกอะไรอ้าวเพราะแอลลี่เป็นคุณมีอายุผู้อายุสูง When I wait in 30 minutes right I feel a little bit หัวAnd one no Okay you know my call ใช่ Okay let's go Okay ไป Free waterOne hour later. Hi， 我现在到家了。我从那边坐过来，回来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。我觉得，现在还没有什么感觉。
是我年纪大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，呼呼，瞧瞧瞧瞧，你瞧瞧，打的有点高。那边打的时候，其实它比一般的打针还不痛，因为它的针头好像最很小的针头，所以你连那种被蚊虫叮咬的感觉完全都没有，所以怕打针的人可以就不用害怕，真的。反正大家有一天都要面临打疫苗，只是想说先给大家一个心理建设，是不会像是那种一般打针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还 OK， 而且打进去也不会肌肉酸痛，就是真的没什么感觉，对。好啦，那我现在呢就是洗个澡，然后要来休息一下，那晚一点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觉怎么样。好了，待会见。隔一天早教课就先做了这个豆腐蛋汤给我喝，他一边在工作一边做给我。又他妈来，大家看一下刚杰克做了什么。不是ฟิล์มแบบนี้ฟิล์มปิดก่อนนะยุคอันก็เปิดไงโอเค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ครับคอกโรชอันนั้นอันที่ร้านน้อยอันนั้นโอเคอันเกนไซด์เดอะโฮเวอรี่สมอลอือฮะอันเดอร์เฮียตกใจ In this room never have cockroach before Yes So I This one cannot leave because have glue Why you take glue อ่ะ This one 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 For not moveAnd then I keep step on here like this like that. Mm-hmm. Very loud. Then after I pull. Mm-hmm. Look. He died off. So scary. Red light.A few moments later， 跟大家补充一下，这是我打完疫苗的第二天的下午。然后昨天我打完疫苗之后呢，我觉得还 OK， 有一点点嗜睡，但是我睡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，因为我昨天下午跟白马有一个合作影片，所以我就赶快剪片，然后赶快上传，终于在最后。就是 OK 这样，昨天晚上也有再开一个直播。对，我觉得昨天真的状况还好，但是到昨天晚上呢，有一点微低烧，就开始觉得好像有点冷这样子，然后有点发烧。早上睡醒之后就没事了，睡醒之后我觉得精神也比较好，是剩下就是一些肌肉酸痛这样子。但是我问了我的朋友，低了非常严重的头痛，然后像 Stella 就是偏头痛，然后我想要试一个东西。OK， 然后听说啊，如果是疫苗的副作用非常严重的话，汤匙是可以黏住的。我是完全掉下来，无法黏的，可能用双面胶吧。我看一下，这样子，对对，无法。我是完全副作用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那个案例。对，然后今天就是有一点点肌肉酸痛这样而已。但这肌肉酸痛也不是说。很不舒服，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是你前一天做一些举重，就是比较有强度的运动，然后隔一天肌肉酸痛这个感觉，所以对我来说是真的还好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在滑就是 IG 私讯的时候，有网友传这个给我，就是他是说接种前后的保养，后两周要吃鱼，然后吃蔬菜这样子，就是我打疫苗。的状况，那不知道大家打疫苗之后有没有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呢？跟我一样真的是身体老了吗？我真的是不知道，还是说是因为我体质的关系？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，如果你也有相关的经验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按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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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影片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